左脚的脚底偏前偏内侧痛了，一个大雕像，站在地上了，一个大雕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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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在地上了，站在地上了，这个大雕像好像是那个，怎么看它现在看上去好像玻璃透明的啊，像天上的飞碟差不多，现在的飞碟就看清楚了，是玻璃透明的，看上去像是类似啊，这个大雕像也是啊，也像是玻璃透明的，也像是玻璃透明的，但是呢，它可以来里边来改变那个颜色，让它显示出来，让它改变颜色，让它显示出来啊，然后这样就看到人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大雕像立在那边了啊，可以让大雕像立在那边了。另外那个大雕像上面有开口啊，如果下雨的话，如果把雨水盛起来的话，可以里边还可以接到好多水啊，可以接到好多水，接到好多水啊，这个是讲的那个外形的啊，好像是。然后呢，里边又可以安装很多的设备，也就是说，像变魔术似的啊，一会儿可以这样变，一会儿可以那变啊，反正多功能的啊，总之是一句话是多功能的啊，是多功能的啊，多功能的，让人们的见识外星人的技术是什么样的啊，实际上有外星的很多技术。外星人愿意给地球人看，但是自己地球人自己眼睛看不见，所以就实在太遗憾了，是这么一个情况的，好的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